大帅，此事他不仅仅是那么一件普通的案子那样的简单，那些个朝议派想借此事来打压我们两湖派的兄弟啊！你坐，他们想用这个案子来说事儿，整我们两个兄弟，哪那么容易啊？哎，这案子本身。 有什么问题没有？案子本身当然没有问题啊，那是经由县到省市一级一级的复审定验的案子，一点差错都没有。那就好。先帝出殡，新皇登基，朝廷里出了这么大的变故，等过了这一阵子，看看他们出什么拳，咱们再用什么招接着。 眼下没什么仗可打，和这帮文官们打打嘴仗，这也不错呀。哎呀，大帅，还不是当年的那个威风。申报，申报，杨乃武与小白菜疑点多多，浙江省县别。看来，我杨某人是看错了这个许瑶光啊。 看错了，此公是如此的滑头啊！嗯，他的肩膀滑溜得很，他是怕承担责任，趁着举国大丧的机会，全身而退了。这个案卷属下也粗略的看了看，关于复审记录，他们可是一个字也没有啊。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。 算了，主审官都跑了，案子先挂起来再说吧。大人，就怕刑部来催。那就给刑部上一道呈文，案情尚未查明，一时难以结案。可是那些证人都在牢里关着呢，是放还是不放？现在还没有结案，复审还在进行中，怎么能放人呢？是。 属下明白。卖报，小子，你听着。 王秀才，你看这个杨乃武的案子，他又有了消息了。来，有劳你驾，念给大伙儿听听吧。快快快，你来听听，快念念念。好，题目是问官拖延结案，乃武平冤无期。怪不得审了几个月还没个结果，原来是问官有意拖延。往下念，快往下念。本府不是已经下令在全省境内封杀这个申报吗？ 怎么现在的九四茶馆里头到处都是呢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杨大人，杨大人，你看看，啊，这个申报写的文章可是越来越胆子大了，竟然明指你我二人回沪潼关，有冤不平。哎呀，要是这种东西，万一传到北京去，对你我可是大大的不利呀！ 这份申报，它是满天下散发。现在不是万一传到北京怎么办？恐怕现在已经传到北京了。这可完了！哎，
让京城这些京官看到这玩意儿，那还不得嚼烂了舌头根子，聒噪一时吗？这，二位大人，请留步，借步说话。丁总督有何指教？浙江省。 有个案子被二位大人发回重审了，二位大人是被别人挟持了吧？刑部是遵旨行事。我怎么听说当初入奏先皇的时候，不是刑部有人越俎代庖了吧？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哼。 我才不管那些狗拿耗子的人出于什么目的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谁想拿这个案子找茬说事儿，那就来吧。只怕他开罗容易，收场难。来就来吧，谁怕谁呀？都是些自以为是、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哼，翁大人。 夏大人，你都听到了吧？看来我抢先入奏那一招，还起到了敲山震虎之效啊！连丁宝桢都跳出来了，他不就想保几个他的两户人脉吗？我翁某人对事不对人，问心无愧。我知道朝堂上有许多人都怕他丁宝桢，可我翁某人从来都不怕他。 他不来掺和倒还罢了，他越来掺和，我越是要将此案一揪到底。翁大人既然说到此事，那我就再给您看一样东西。如果这申报上写的都是实话的话，这案子可真有点嚼头了。此案刑部发回重审已经几个月了。 可是，一直都没有音信。看来果然是因为事关重大，投鼠忌器而被有意拖延了。嗯，既然此案翻与不翻事关他杨昌俊的荣辱，那么刑部发回重审，无异于是让他自己打自己的屁股。哎，他能往疼里打吗？看来要想使此案真相大白，咱们恐怕还得给浙省施加点压力。 否则必然是有冤难平，不了了之了。你有什么想法？同治八年，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曾杀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太后宠幸的大太监安德海。这件事儿谁都知道，你今天提他，有何用意啊？当时的丁宝桢自恃对大清朝有些战功，根本没把太后给放在眼里。可现在不同了，如今新皇年幼。 大清朝那是太后在听政。今天的太后还能容忍他两湖派，蔑视后宫吗？嗯，你是说利用太后对丁宝桢久存的芥蒂？翁大人只要对太后说说此案背后有他丁宝桢的背景，我相信太后一定会支持我们彻查此案。哎呦，看来今天晚上翁某人又有事儿干了。 公公，宣翁同和进来吧。翁大人，太后。
臣翁同和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谢太后。翁大人，我看了你的折子，就想当面问问你，为这么一个小小的案子，值得你这么做吗？我记得这应该不是你第一次递折子了吧？啊，启奏太后，臣。 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么个小案子，正是不希望我大清再演一出活生生的窦娥冤呐。太后，据臣下所知，这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，浙江承审大小官员一味行凶，严刑逼供，罗织冤狱，草菅人命，刑部奉旨撤回重审，省县杨昌郡。 又自恃有朝中高官庇护，而一再拖延，久久未能结案。臣下奏请皇上将此案提经复审，务成信验，以照太后圣命。你说，杨昌郡有朝中高官庇护，你倒说说看，这是谁在给他撑腰啊？这杨昌郡等一应官员。 都是两湖人，朝中谁都知道，这两湖派首领却是曾经当过山东巡抚，现在为四川总督的丁宝桢。臣下昨日还目睹了丁宝桢对刑部两位尚书大人施加压力，想威逼刑部放弃对此案的追究。翁大人，臣在。这窦娥冤可是一出好戏。 不过还有一出戏，改天我想再请他们来唱一唱，到时候也请你也来看一看。太后说的是哪出戏呀？《将相和》。如此看来啊，太后老佛爷是并不想把矛盾激化呀。 难道说太后真的是宽宏大量，已经原谅了丁宝桢杀安德海这件事儿？看来你我想利用丁宝桢杀安德海这件事儿，让太后下旨彻查杨乃武案，是选时不当，适得其反呐。何以见得？你我忘了，现在是光绪元年，新皇初登基。作为实际掌持大清皇权的老佛爷，自然是希望朝臣团结。 合力辅佐，所以说呀，我不提丁宝桢，太后还没什么顾忌；我一提丁宝桢，太后反而会怕朝臣以为他是在报复丁宝桢。所以啊，想请太后将此案提经复审，是适得其反啊。此事是夏某考虑不周啊。 如今也是悔之晚矣。翁同和说的事儿，你都听见了？奴才听见了。说说吧，你怎么看？奴才听了翁大人说的丁宝桢，不由得就想起一个人来。你想起安德海了吧？谁说不是呢？ 安公公可是奴才的好兄弟呀！嗨，都过去十几年了，你不用那么难过。太后，这个丁宝桢自是有点战功，没把太后放在眼里。当年安公公再怎么说，可他也是太后的人呐，这打狗还得看主人面。他丁宝桢这么咔嚓一下，他安公公的脑袋就……行了行了，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就别再提了。 您不是问奴才对这件事怎么看吗？奴才就是这么看的。奴才以为太后正好见这件事，好好敲打敲打这个丁宝桢，也让那些个自恃功高的权臣派收敛收敛了。这样好吗？朝中谁都知道我和丁宝桢十几年前有过那么一档子事儿。我现在要是借一个小案子敲打他丁宝桢，让人怎么看我？ 都会认为太后是因为十几年前的那档子事儿，在报复大臣呢。
俗话说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难道我肚里就装不下一个丁宝桢？再者说了，朝议派和权臣派明争暗斗由来已久，我不认为这全是坏事。就由着他们之间这样相互制约，我也省了不少心。到底还是太后圣明啊。所以我既不想准了翁同龢将案子提经复审的奏请，也不能让丁宝桢觉得我对他过于客气。那太后又想如何处置这件事儿呢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有人奏问官复审重案，亦存詹讯，据称浙江余杭县民妇葛碧氏独臂本夫葛小大，误判举人杨乃武阴间同谋一案，早时经浙省聂县复审，此案情节极重，由礼部侍郎胡瑞兰放浙江学政，正在浙省考选遗才，可委以皇命秉公严训确情，以期水落石出，无得回护潼关含糊结案，至甘就立。钦此。哎，这就是太后老佛爷呀，驳了我将此案提经之请，又另派钦差到浙省原地从审，既没输了我朝议一派，又为亲他权臣一党，各赏半个馒头，谁也撑不死，饿不着。太后高明啊！我说杨大人，皇上都亲自派钦差来重审此案，你为何毫无顾忌，反倒高兴啊？哎呀，何大人呐，这道圣旨啊，它初看起来却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，可是你仔细想想吧，哎，这里却对你我是件好事儿啊。我怎么看不出这是好事啊？何大人呐，你看这道圣旨里边，皇命是要重审此案，可是他却派来了一个能替你我顶雷的钦差大臣来主理这个案子，你说这不是件好事吗？啊，我可真看不出来这算什么好事。你想啊，这个在钦差大臣到来之前，你我的个儿是不是最高啊？那这天塌下来是不是得有你我在这顶着？现在朝廷派来的这位钦差大臣是不是个儿比你我高啊？由他在这儿替你我顶着这个天，你我不是趁好趁此机会跳出这个是非之地吗？啊，这难道不是件好事吗？如果这个钦差大臣把这个案子给翻了过来，这对你我而言可就是天大的祸事了呀。翻，上哪儿翻去？除非这个小皇帝和皇太后亲自主审这个案子，否则的话呀，此案谁也翻不了。哎，那你怎么能让那个胡瑞兰合了我们的心意啊？他毕竟不是我们的人脉呀。胡瑞兰，胡侍郎。大人，浙江巡抚杨昌俊大人派人送来一封请柬，有请大人明晚在楼外楼赴宴。知道了。那大人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来人还在外面等着回话呢。去就去吧。等等，大人还有什么吩咐？再想想吧。大人说什么？啊，我刚写好一个折子，本想让你马上递上去，可想想，
还是再斟酌斟酌吧。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哦，浙江巡抚杨昌俊大人派人送来一封请柬，有请大人明晚在楼外楼赴宴。大人说去，属下正要给来人回话呢。我说过去了吗？大人不是刚刚说去了吗？是吗？可能是心不在焉了吧。 那大人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浙江巡抚这时候请我吃饭，鸿门宴。那大人是不去了？不能去啊。那属下去回绝来人。等等，人家毕竟是封疆大吏，这个面子也不能不给。还是应该去吧。那就去吧。好，去吧。 这个折子上还是不伤的。这个折子上还是不伤的。这个折子上还是不伤的。杨某人有失远迎，望其恕罪。杨大人太客气了，略尽地主之谊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哎，胡大人，别在这门口站着，快请进，快请进，请。 胡大人，哎，你看这个酒行吗？嗯，杨大人是知道的，胡某酒量有限，哎，那就少喝点儿啊，来来来，干一个。记得。 记得当初胡大人初来浙江，当这个学政大人的时候，杨某也是在这里头为胡大人接风排宴。那是你我初次相聚，胡某记忆犹新。哎呀，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啊？有三年了吧？正好三年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一晃就是三年呐。 真是岁月如梭哟！是啊，三年前，杨某人在这里为胡大人排宴，那是因为胡大人出放浙江学政大人。三年后的今天，杨某人和胡大人在这里小酌，那是因为胡大人荣任钦差大臣哦。 我敬钦差大人一杯。要是这样，这杯酒不喝也罢。为什么？哦，是，这现在胡大人是钦差大臣呐，与我这个地方官员喝平辈酒。 的确是有点有失身份，是吧？那这样，啊，这杯酒就算是我杨某人敬钦差大人的一杯，你看怎么样？来，我敬者为干，您随意。<笑>杨大人这么说了，胡某心里就不安了。我也喝了吧。哎呦！ 那真是多谢胡大人给杨某人这个面子。胡大人，您有什么话，尽管直说。胡某想冒昧问你一句，
杨大人今日在此排宴，一定不是喝几杯酒了事的吧？杨大人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你看，你看，啊，到底这是身份不同了啊！一开口就把这杨某人逼到墙旮旯里来了，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。哎呀，既然钦差大人这么说，那我杨某人也是弄堂里头抬棺材，直来直去喽。嗯，我杨某人还是想和胡大人探讨一下杨乃武与小白菜儿这个案子。啊，可胡某对这个案子现在还一无所知，恐怕只能当个听客。哦，胡大人对此案真是一无所知吗？哎呦，此案经历了一年多呀，期间小报和传言那是甚嚣尘上，胡大人这耳根不会那么清净吧？胡某一向不听信传言，虽说是有所耳闻，却是左耳进右耳出，只当是一阵风刮过。再者说了，胡某身为学者，与刑狱无干，所以对此也并无兴趣。好，说得太好了，钦差大人能做到不信传言，对我杨某而言那真是一种宽慰呀。要说此案经省府县级聂司他们的反复的行言啊，杨某人也亲自派过调查委员到案发之地去暗访，其结果是府县原判无滥无枉啊，所以我三司会审的时候定的也是维持原判。像这样一个严审定验的案子，我杨某不能说是他绝无破绽，但是我可以拍着我的胸脯说，这绝对是一个铁案。像这样一个铁案如果有所更改，那么势必会引起我浙省士林的不满，今后呢这些地方官吏也难以为皇上办差。来，喝酒，喝酒。吃一点菜。胡大人，既然圣旨已经下来了，那么胡大人想什么时候去审理此案？恐怕让杨大人失望。失望？什么意思？杨大人，请看看这个就明白。怎么，胡大人？你要避辞这个钦差大人？坐堂问案不是胡某所长，胡某不能耽误皇差。胡大人呐，这避辞皇差可能不是你的主要理由吧？胡某请辞的理由，在这奏章上都写明了。哎呀，他不是什么理由啊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借口或者是托辞而已。那杨大人以为究竟什么才是胡某请辞钦差的理由呢？胡大人呐，你是见此案众说纷纭，你是怕一旦接手，你立刻就会陷入一个是翻案还是不翻案的泥淖之中，你害怕一旦接手以后，如果审理不当，反要深受其累，所以你才不当这个钦差大臣，对不对？胡大人一向是一个聪明的人，
能做出今天这样的选择，我杨某是无话可说。可是胡大人，你也要想一想，如果你真的要辞去这个皇差，那你能逃出这个是非吗？杨大人此话可是弦外有音呐。我是说，杨某人不希望你辞去这个皇差，我也更不希望朝廷再派一个什么鸟人来充当什么钦差大臣。我就跟你直说了嘛，吴大人呐，这个钦差大臣你干也得干，你不干也得干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难道胡某当不当钦差大臣，还得非得听从你这个浙江巡抚的不成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既然胡大人对杨某已经拉下脸来说话了，那我杨某人也不藏着和掖着了。是的，杨某虽然没有权力下令非让你当这个钦差大臣不可，但是我杨某也有向朝廷举报某个人斑斑劣迹的权利。看来今天你我是话不投机了，告辞。且慢，杨某人想请胡大人看一样东西。不必了，你今天要是迈出这个门，恐怕会后悔莫及。哼。俗话说，不做贼不怕碰到鬼。胡某今天倒要看看，阁下手里究竟有什么能让胡某后悔莫及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想给您提个醒，近些看，上面有字儿。你什么意思？胡大人刚才说，只要是不做贼就不怕碰见的有鬼，是吧？因为杨某人也记住有过这样一句古语，说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呀。没想到杨昌俊这样的奉献大吏也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。我杨某人要是下三滥，胡大人你所干的事儿也不怎么那么高尚。胡大人，这个钦差大臣你是想做还是不想做，你得好好想想啊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做了，明天就把奏章递上去。如果你又回心转意还想再做，那么明天我就在我的衙门恭候钦差大人去办理案子的移交。您要是想先走，悉听尊便。只要是不做贼就不怕碰见那有鬼，是吧？
因为杨某人也记住有过这样一句古语，说若要人不知，熊非虎若非呀。这官场上真是凶险，处处都是陷阱啊。为什么停下了？大人，您是不是又要去那儿啊？去哪儿？我说去哪儿了吗？哦，大人，您不去别的地方，咱们已经到了公署了呀。嗯。哦，好，下车。这个钦差大臣，你是想做还是不想做？你得好好想想。如果你真的不想做了，明天就把奏章递上去；如果你又回心转意，还想再做，那么明天我就在我的衙门恭候钦差大人去办理案子的移交。重要的客人要来，把我那个最好的茶叶拿出来。是，大人，今天是哪位客人要来呀？一会儿来了你不就知道了吗？啊？是，我去准备茶叶。大人，学政署的胡大人来了。什么学政署的胡大人呐？钦差大臣。快快有请！是。哎呀，哎呦，钦差大人驾到，杨某有失远迎。杨大人，我来取案卷，看看，早就为您准备好喽。胡某还有一个想法，请示下。听说此案几经复审，难成信验。对审理这样复杂的人命案子，胡某实在是缺少经验，所以胡某想要杨大人与我同审。这恐怕不妥吧？有何不妥？这皇上是信不过我，杨某人啊，这才下旨请胡大人从理此案。你说我要在掺和其中，只怕是有违圣意。可对这样的案子，胡某实在是独立难当。啊，既然杨大人不愿和胡某同审，那我也只能请求皇上另派能力了。等等，杨大人还有何指教？要不这样吧，胡大人，你看我就近选几位既能干又有经验的人来协助胡大人审理此案，你看如何？要不，胡大人您自己选，您要是选上了谁，我巡抚衙门按照您的意思下调单就是了。胡某对贵省的官员了解不多，还是请杨大人给胡某指派几位吧。既然钦差大臣这么说了，杨某绝无二话。不过这个人选可是个大事儿啊，得容我好好想想，是吧？哎，这茶怎么还没上来呀？上啥？上啥？上啥？胡大人，
胡大人，您这儿一边喝着茶，容我在这边好好想想。哎，这个宁波知府边宝成，此人一向以办事干练著称，且口碑上佳。您看这个边宝成可行？杨大人推荐的人想必错不了。好，那就算他一个。啊，还有吗？嘉兴知县罗子森，后浦知县顾德恒，您看这么几位，就请杨大人早给他们发订单吧。告辞了。喝。忠诚大人啊，何大人啊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啊，我在后边已经听了一会儿了。哎，这位钦差大臣为什么要这么多的地方官员陪他一同审案啊？他就不怕把自己给架空吗？哼哼，兴许啊，他要的就是把自己架空。我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，云开日出，我还能不能看见？茅草高高，大树矮，矮就是高，高就是矮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我头顶着一片天，还是背着一座山，山高路远，我还能不能走完？流水湍急，行船慢，慢就是快，快就是慢，我的今天是哪一天？山，我在那片云的下面，都说是生死无常难改变，你却非要跟命运加个班。一条条路，一座座山，下面。